河北设计永一铁金刚，让房子都护到永远是万里长城一样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但是不能够太硬，太硬跟太软都不行。对，太硬的时候，有时候因为变异过度举重，它的破坏形式不是我们想象，所以基本上一个好的耐震设计，连破坏的地方都是我们事先认可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